投资者他投资两年了，他想要解约，哦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如果投资人想要解约，那他两年到期，公司就会以他的合约价的120%去把它购回这个合约。就是假设我今天投资了10,000块美金，我这两年内我都每个月都有1.2%的利息，再加上我两年之后我要卖回给公司，公司会用12,000块美金把我把这个合约购回。那等于我两年投资每个月1.2%，然后再加上我的两年到期有120%，那我的总共投资额就是我的总获利两年是48.8%，那一年平均就是24%。大家可以，如果大家想要算的话，可以算一下，就是因为我1.2%每个月，那乘以一年的话就是14.4%，那再加上20除以2就是10%，所以它一年的投报率是24.4%。那